接下来有一首歌，对，它其实也是我们民国百年的一个很老的曲目了，对，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向 John Cage 致敬，对 ，John Cage。John Cage 那个几分？4:33。然后后来我们根据这个，有衍生出我们 John Cage 讲他这个叫做演奏沉默，演奏沉默的话，那我们曾经有演奏过瞬间。对，我们有演奏过瞬间。那我们今天不演奏瞬间，我们今天演奏黑暗。我们今天演奏黑暗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多少。手机吧。等一下接的。最后一首歌。